说你做，也许会伤害到我。作为我来讲，我觉得我就是这么一种态度，我就是随你便。你愿意去说，你愿意去做，你认为那是对的，你认为那应该的，你认为那样做符合常理，那你就做，你就去说。作为我，我。不想说什么，你说了，你做了，造成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后果，我都可以接受，我都可以接受。请问你现在在炒什么？著名的西红柿炒鸡蛋。你会想嫁给窦唯吗？不错不错。那你们完全也不认识哪一群是哪一群？行啊，不会是泰国来的？不是，这些人他们完全不跟你们接触，就是跟着你们跑。你有也有。可是我是干嘛的？我觉得音乐同家庭对我来讲都很重要，没有哪个我觉得大概都对我来讲都不完整。我只有两个都存在，我觉得我那样才会更舒服一些。